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问文，欢迎节目主持人阿义。来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又到了我们这个台湾新歌谣这个节目单元，对，我们每个礼拜都会邀请到重量级的歌手，没有错。今天哦，事不宜迟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很想讲，今天邀请到的不单只是歌手，今天还邀请到我们50年代的音乐人哦，舞台经验非常的丰富。开玩笑，那个顶级不会去的呀，个顶级不会去的呀，老师级的。以前那个时代的那卡是上盛行的，对，而且驻唱餐厅空落堆，拍摄哦，那是一盖昂的啦。对哦，那是临场的反应的，不是说像现在录影的哦，那是出去就是直接是现场的了。那时候才子中的才子在更上一阶，对，上盛的时代对不对？就好练的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是讲哦，那个时阵对不对？咱讲哦，就盖昂啦，啊，咱这很定位哦，我们喜欢听音乐的啊，喜欢哦去欣赏那纳卡西的、啊，这丰满全场爆满啊，对，对呀、啊，而且哦，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位音乐人啊，不是只有光哦做音乐哦，而且还音乐总监哦，他做到音乐总监、哦，而且哦，不管出了专辑啊，每一场大大小小的表演都是非常的优秀，非常的精彩，都是爆满的。对，等一下我们好好来邀请哦，来好访问一下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单元也非常丰富，有我是歌手，就是邀请到我们的音乐。Thank you.